滨海湾花园是新加坡知名景点，也是新国的国家花园。游客踏进云雾林，就可以看到台湾艺术家李光裕的铜雕作品《思维》伫立在瀑布前。流动的瀑布与沉思的人物形成强烈对比，不仅吸引游客目光，更引起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注意，还曾po文分享。如今这件作品《思维》将捐给滨海湾花园，成为永久展品之一。我们的整个人文思维跟整个自然的景观完全的一个结合，哦，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一致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标作品。Our 10th anniversary, we're happy to welcome the thinker into our Cloud Forest Conservatory here at Gardens by the Bay. It expands the variety of art that we have, and I love the spirit that the artist Lee Kuang Yew brought, trying to merge the idea of art and nature together. It was a wonderful display.商会呢，一直以来就是秉持着就是促进台新之间的文化跟商务的交流，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对我们商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光荣的时刻，因为是永久陈列在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里面。思维留在滨海湾花园也是台新艺术外交的一环。驻新加坡代表梁国兴表示，这能让当地民众看到台湾艺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，且收藏在国家级的重要景点里，对台新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里程碑。